在我十一月几我吃这个产品的时候呢，吃了第二日第三日我就好精神，好有精力，好有嗰只魄力。跟住落嚟咧，你会行路系咪？都唔会蒙查查咁样唔晓，你会有翻五年前、十年前嘅嗰种清醒，你个头脑嘅细胞一流。因为点解咧？喺我未曾食嘅时候啊，比较头脑好迟钝啊，谂嘢冇咁快嘅。自从我食咗呢个 Patel 嘅产品之后咧，又慢慢慢慢精力体力翻翻嚟之后咧，但系你个头脑真系好清醒，你谂嘅嘢啊都好灵活，好精灵，呢下会转得到咗嘅。所以呢个就系我第一个见证。第二个见证嘅咧就系、是、通常系咪我哋朝头早起身啊，头一督尿系咪好急？好大督嘅系咪先？通常屙呢个第一督尿嘅时候，嗬，系咪通常都好急嘅？梗系有声嘅系咪？嘘嘘声嘅系咪？但系咧，我系咪有呢个小小嘅问题？我屙嘅时候系咪好似人哋开水喉开到好慢啊，冇声嘅喎？你会喺个马桶嗰时会坐到好耐下，系先屙晒个督尿出嚟嘅。但系当我食咗呢个 Patel 嘅产品之后，有成第七日、第八日啦，啊，呢、这个问题慢慢慢慢自己 feel 到咗，你知道，佢会将你嘅尿啊，慢慢你会觉得，诶，有声气咗咯，嚟翻咯，唔要屙到好耐，好似比较开大一个水喉，好快会屙晒咗啲督尿出嚟。啊，呢个就系我嘅第二个见证。我开始我食嘅时候系食两粒。跟住就我食四粒嘛，食咗一个月嘛，啱冇？所以当我食开个第四粒嘅时候，对我嘅眼啊好大个帮助，因为我都已经系开始老花咗，四十岁嘅时候就已经老花，睇报纸咩都好，到我已经戴眼镜，你先可以睇到嗰只字。但系啊，依家系咪我食咗呢个 Patel 嘅产品之后咧，啊，开始可以唔使戴老花眼镜咗，你知都可以睇到嘢咗。你睇你嘅眼嘅视线啊都好清咗，所以佢讲到系好啱嘅。当我们的人是不是每一个器官有问题的时候，你的细胞退化老化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Patel 的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会帮助眼的器官，什么器官都好，它都有帮助的。到我吃到第三罐，因为以前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有去减肥啊，有成的嘛，是有给好像那些电锁啊，那些刺那些东西的。那么我有三个美容师，是不是他都有跟我说，在你的这边这个腰呢，是说你要去注意一下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说因为他那个仪器是不是发的时候啊，这里这个很慢，这个很正常。所以在这个我已经知道多少了，但是当我吃了第三罐的时候呢，啊，佢好痛喎、哦！尤其是系咪？当你坐落去，你爱起身嘅时候啊，你谂住想行咧，冇咁快就行得嘅，你一定要停一下，你先至可以慢慢行。但你行嘅时候都好痛嘅，你知道？啊，呢、这个症状咧就系、是、一直痛到十日。啊，痛完咗十日之后系咪？诶，呢、这个问题冇咗咯喎！你自己我都没有痛了的，你知道，所以我知道这些就是它的产品的这个免疫的反应，意思是说我们的细胞里面的器官细胞是一直帮助我们做事。在我开始吃的时候，我们的颈啊成日嗰啲膊头啊掹到实实嘅，好紧嘅，你知道？我好中意成日俾人去按摩过，去掹筋啊咩咩。但系你掹完咗之后，阵间你一两日吓，佢又嚟翻噶咯。但系当我哋食开 Patel 呢个产品嘅时候咧，啊呢、这个问题冇咗嘅，你知道？佢帮你松筋噶，所以讲佢有松筋活络，这个系真系噶。你成身都松晒咗嘅。喺最近嘅时候，佢无端端咁样，佢又会痛嘅，你知道？所以我哋大家唔使惊嘅，你知嘛？有骨痛唔怕嘅，你知道？因为佢帮我哋嘅细，我哋嘅器官嘅细胞一路嘅帮助紧我哋，增强我哋嘅细胞，唔爱俾佢瞓觉，叫佢起身啦。Patel 嘅呢个产品系真系对靓我哋唔使讲咯，肉色啊、美白啊、结实啊、诱惑啊，同埋斑啊都有好大个帮助。以前我个斑都好黑下噶，但系自从食咗呢个 Patel 嘅产品，系咪斑都有浅淡？除咗浅淡之外咧，系有结实、美白。光質有話，呢個十個行埋十個食到都睇到噶啦，所以呢啲就全部就係我哋所講嘅呢個產品嘅好處，係真係一支棒，係真係我哋嘅極品。